眼下我们需要先找个落脚之处，然后赚回贡献点。嘿嘿，从无到有，白手起家。以诸位提供的贡献点，全城现在只剩一套户型可以选择了。此处灵宅南北通透，风水绝佳，贴近自然。按照完善后的情报来看，城中物价确实高得过分。明天我们去找些活干，就会有贡献点了。大师兄、小宝、哼哼子、慢摇，你们去看看城里打零工的情况。至于缺二嘛，我听说城里有个任务榜，明天一起去看看有什么机会。我已打探过，这任务榜每天固定的时间发放固定数量的任务，抢完为止。所有任务按难度分为甲、乙、丙三等，甲等奖励最高，也最危险。乙丙相较安全，但算上要消耗的体能、灵气，并不划算。空城西侧沙漠遗迹内，收获500分恶魔花露者，奖励1000贡献点。采集任务，这个不错。至于接任务的方法，你们只要站在相应的等级区域，选定想要的任务，然后以灵气向弟子腰牌注入意志，便可接走该任务。看这个，空城北城悬赏，活捉盗药集团者，奖励8000贡献点。虽然是个苦差，但贡献点很高，可以考虑。这是干啥？他们要抢任务！不研究了，你这眼色变贱。这就全没了？甲等的有这么抢手吗？算了，我们去接乙等任务。哎，总比没有的好。我知道了，鸡肋任务都这么火爆啊！强，没有选择了。居然连个平等的都接不到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这样下去，别说修行，活着都难。唉，这里的日子实在是太难了，忙了一天，什么都没干成。我本来接了个同城闪送的活，心想也就踩着灵剑飞一会儿，哪知东城禁飞，还限制各种载具。我好不容易从各路跑手那儿抢到单，我又人生路不熟，腿跑断了，还得赔超时费。你好歹也算是跌倒在门槛，那行我。你都会点什么呀？在下精通卜算、看相、推演、风水。在下尤其可以轻松应对多种账本的各类审计问题。我这里不养闲人。在下善于察言观色，可以通过面相和微动作提前洞察客户的需求。说了这么多，你看我行不行？就你那尖嘴猴腮、贼眉鼠眼的面相，怎么敢让你管账？去去去，来我这都是吃面的，洞察个屁呀！那您看看我这容貌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滚！我就是想打份工，凭什么还要被人身攻击呀、啊？你说说我这相貌是不是？是，大师兄，你呢？差不多，也是一言难尽呐、啊。隐隐有一种被针对的感觉、啊。什么破房子，到处都是青苔。我方才回来时也摔了一跤。你们过来，你们赶紧去收集一下，然后
有了这个，让针对我们的人毛都抢不到。秘制青苔精华，耶、yeah! yeah! ！什么玩意儿这么滑，摔死老子了！我就不信了，接着给我冲！广场，先封闭区域，暂停任务发布。出现的真及时，到底是何人敢在此放肆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都是他的。逆河宗质子白小春，你等立即清洗整个任务广场，并处罚款30000贡献点。老爹少主，整个东城我们都打点好了，必能让逆河之子无法生存。嗯，往后这些小虾米的事儿就不必说给我听了，你们配合那个新来的形势吧。遵命。爷爷说的对，此刻我唯一该专注的是3天后。3天了，不管什么任务都接不到，找工作也没希望。为省口吃食，大家都尽量打坐。这下我越来越肯定，是有人针对。也不能坐以待毙。我有个想法，既然咱们在东城不顺，我想试试后去北城或者其他地方找机会了。你们怎么想？对了，我这里还有药材可以拿去换。够了！我来星空道极宗是为了变强的，我一定要凭着自身之力飞上彩虹。秋儿，你，我宋缺自己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，白小纯，从此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曼瑶也就此别过了。等一下，师妹，你这又是为何？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我曼瑶准备去找老朋友想想办法。师妹，沈算子，沈算子，你醒醒啊！虽然我们之间有点小矛盾，但是小子利用我演苦肉计。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，就算我只有一口气。少佐，即使出发前我就算到了命中有此一劫。你们是我带来的护道者，我会负责的，相信我。不，所谓劫数难逃，不能允许自己再成为少祖的劫呀、啊、就让我们放过你，你也放过我们吧。少祖，等我们发达了会来寻你的，保重。
师兄，你不必勉强。我知道，你也想走。我不是想走，我……哎，算了，九胖，照顾好自己。大师兄，哦，把这些带走吧。其实我打算出去帮人炼灵，等稳定后，你放心，师兄一定回来找你。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走了，都走了。都走吧。我们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好？没办法，继续下去只会互相拖累，一起饿死。其实以少佐的手段，没有我们他能活得更好吧。看来大伙的初衷都是一样啊。咱们先想办法养活自己吧，日后在彩虹上相见就是。您看看我这药材，我这个上等药材，这药材买的。臭乞丐，滚！真是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都能当药材了。看好了，这是天空会药局，不是什么收容所。没办法了。干什么呀？这药局人还真不少。掌柜的，我想卖药材。嗯，只要药材丹药品质好，我们都收。碧灵丹中400，灵香丹中500，千金丸中800。看来您还没有想好，我还有事儿，您慢慢考虑啊。这里药材价格比中游贵出好多，丹药更是翻了几倍。你到底还交易不交易啊？我们后面都排着。对啊，快点！年轻人，考虑好了吗？人呢？之前咋没想到，其实眼前的困局完全可以用我最擅长的方式来解决啊。那光芒是天彩虹上的始祖吧？他老人家竟然亲自出营了。此次是偷天使者驾临，身份比始祖还要尊贵呢。师妹，玉洁瑶台芳菲无瑕，若是玉洁瑶台芳菲入梦，玉天涯多情缠绵伤疤，玉露滴答如你暗藏。我真是傻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关注这些。眼下我的心思都要放在炼药上，一定要闯出名堂，让所有人都对我聂鹤宗刮目相看。